今天你们跟着明月，去白鹿书院把郡王给我绑来，一命换一命。你可知我是谁？我家小娘子是荣安县主，将来是要嫁给巨鹿郡王做郡王妃的，你得罪得起吗？你永远都是一个低人一等的妾室。就连你，这一巴掌替我娘还他，这一巴掌替我自己。若他公主不答应。 若这谢氏能够答应，媳妇儿孩子热炕头，晚辈便什么都有了。这变毒的浑水，我绝不参与。你早就知道他要绑我，所以才故意接近我的，是不是？对不起，不是因为你，我兄弟就不会被官府抓，更没有七天后处斩这个事。<笑>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三月后徐帅再入真定。 我允你入军随行。